只数三个数。一，二，住手！放开梅长老，我来和你打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？这不是那个20多岁还召唤不出守护元神的少将军吗？你打我，打情骂俏的打吗？少废话！你现在放了梅长老，我留你全尸。少将军好生幽默呀，食火族跟踏风族也算是邻居，我可以替你母亲好好调教调教。大家是亲戚，千万别跟哥哥客气。少将军快回去，你打不过他的。少将军回去呀，你打不过他。梅长老。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，跟你们踏风族一样，就只配做个缩头乌龟。你这个强盗，有什么资格说我们踏风族？我是强盗。当年恶灵入侵明峰街的时候，可是我们食火族冲在最前面，你们踏风族却只敢躲在我们的背后苟活。这些年发展的不错呀。我只是拿回原本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有错吗？长子夺利，明明是我母亲守护林峰剑到最后。强词夺理，我可是连刀都没出鞘就把你给打趴下。你拿什么跟我讲道理？你只是你母亲的小公主而已，镇魂街的道理你根本就不懂。